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07面，307面，倒数第七行。倒数第七行下半段看起，我们从但句经文从这看起。此三人中，包括无生法人，实无可疑。这是第47愿，闻名的人。经文上只说一二三法人，一二三法人啊，念老在此地引无量寿经位移的本子啊，康僧铠的本子，第34愿的愿文：摄我得福，设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，闻我名字，不得菩萨无生法忍，诸生总持者。过去正确，这是为一本，送一本呢，这最后一个本子啊。闻我名者，应时即得初人、二人，乃至无生法人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可见。愿闻之第三法人，决定是无生法人也。这个我们就可以能够肯定了。第三人呢是无生法人。又据论注，往生论的注解。是即见彼佛，未证净心菩萨。没有证到清净心的菩萨，直初地到七地，毕竟得证平等法身。又曰：平等法身者，八地以上法性生身菩萨也。又曰：闻阿弥陀佛，阿弥陀如来智德名号，毕竟得平等口业。皆是闻佛名号啊，得证无生法忍之名证。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意义，是为我们证明。设法诸菩萨们听到阿弥陀佛的德号，能够证到无生法忍啊，能证这么高的境界。它里面有初人、二人，乃至无生法人，这一句话说得好。那经文给我们说呢，一二三法人，法人也可以把它贯通来看，就是一法人、二法人、三法人，可以这样看法。
诸菩萨闻弥陀名号，成就不相同，因为菩萨本身修学的等次不一样，有完全是凡夫，有摄性菩萨，有摄住菩萨，有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菩萨，不一样啊。所以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当然他们的感受啊，他们的认知当然不相同啊，这是我们能够啊想象得到的。我们同一个班级的同学，在一个老师啊上课教学之中，每一个同学们所得的也不相同啊。你比如考试还有第一名到末后一名，那就是不一样啊。诸佛菩萨在十方世界听到阿弥陀佛的德号，或者是听到这一部无量寿经，他们所得的真实受用也不相同啊。但是没有不得法忍的，啊，虽然所得到的不相同啊，肯定帮助他们提升他们修行的功夫，提升他们所契入的境界，这是肯定的。我们再看下面，这为我们解释什么叫无生法忍啊，这个名词，我相信很多同修都知道，但是很少人能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那么这是一个机会啊，无生法忍，略云无生忍啊。这中国人喜欢简单啊，越简单越好。虽是简单呢，意思要明了啊，要具足，这才是好的文章，好的言语啊。无生忍，这下面是为我们解释，解释的非常好。真知感住与无生无灭之实相离体而不动，谓之无生法忍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忍就是不动的意思，忍就是肯定的意思。啊，忍也就是我们承认的意思。啊，对他没有疑惑啊，这个叫忍。那无生法忍呢，佛告诉我们，诸法实相啊，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。这个两句话我们细心的去揣摩一下，如果说一切法不生，不生当然就不灭，那这不灭两个字就说的没意义了啊，不生当然不灭
为什么要说个不生，后头又要说个不灭？不生而生，灭而不灭。这加这两个字，意思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实际上不生不灭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什么现象呢？佛在比喻当中，常常用做梦来做比喻，这是经教里面比喻用的最多的，梦幻泡影啊。这四个字都是比喻，但是梦是第一个比喻，是主要的比喻，其他三个是陪衬的，可以用可以不用，有没有没有关系，最重要的做梦。梦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，梦是不是无生而生？想想梦中的境界，醒过来之后呢，是不是不灭而灭？啊，不生而生，不灭而灭。所以真的没有生灭，所有一切境界像幻象啊。诸菩萨眼目当中看这个现象，相即非相，非相即相啊。现代的科学家念老在后面也讲到，他是学科学的人，也引用现在量子科学家的写报告啊，让我们最容易感触到的是物质现象。我们前五根，眼耳鼻舌身所能感觉到的全叫物质。色相，眼所见的物质现象；声相，耳所闻的也是物质现象。啊，气味有香有臭，鼻所闻的境界还是物质。啊，舌所尝的味道，身所接触的，你看，眼耳鼻舌身是物质啊，他所接触外面的对象啊，也是物质啊。啊，五欲六尘，啊，五欲是财色名食睡物质现象，那在佛法里面讲叫六尘，
色声香味触物质现象，一根所接触到的呢是精神现象，第六意识叫法尘。啊，我们的感受、思维、想象，这是属于精神现象。不是真的啊，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用科学家的说法，从意念来的。意念是这些现象的基础。如果没有意念呢，这些现象都不会发生，都不会存在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意念是物质现象的基础。在大乘佛法里面，意念能生啊，就莫那了，莫那是意念了。三细相里面的转相，就是转变。先有意念，才转变为境界相。境界相就是物质。啊，三细相讲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。啊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一切法不生呐。啊，因此一切诸法了，我们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。你说它无，这个相就在你面前，怎么会是无呢？你说它是有，它确实不生不灭。啊，它确实是不可得啊，毕竟空不可得这叫诸法实相啊，也就是说一切法的真相啊。你真承认了，佛跟你讲的，今天科学家证明，我们承认佛所讲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知道一切法本来不生呐，现前还是不生呐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真实智慧。啊，智慧肯定了这个事实。啊，所以真知。安住在无生无灭的实相离体而不动，啊，你对于这一桩事情了解了，明白了，不再疑惑了，不再动摇了，这就是人。这个人叫无生法忍。正的无生法人是什么人呢？这一般讲是七地，七地以上，七八九三地正无生法人，这个位置高了。五十一个阶级，这最高的是最高层呐，啊，最上面的六层，七地。下品无生法人，九地中品无生法人，这个八地中品，九地是上品。看到事实真相了，再向上去呢，齐入境界了。
极灭人啊，知道变法界与这个虚空界清净极灭，大般涅槃相啊，般涅槃在哪里？般涅槃就在现前了。十地菩萨证得了，我们在面前不认识，迷失了自信啊！十地菩萨下品极灭人，等觉菩萨中品极灭人，妙觉佛果上品极灭人。我们相信十方世界诸菩萨们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啊，确确实实可以说从初信位到妙觉位通通有啊，菩萨的等级不一样啊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肯定帮助他提升。再看智度论有一句啊，智度论五十，它有一百卷啊，第五十卷里面，无生法忍者，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，信受通达，无碍不退，是名无生人。真的是事实真相啊！诸法是一切法，就在当下，就在面前。这一切法本无生灭。我们现在看到好像有生灭，是我们看眼花了。看错了，实际上没有生命啊，这在诸法实相中啊，啊，下面四个字就是忍的意思，你信了，你不怀疑，你相信啊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你接受了，你通了，你明白了，答是彻底的明了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。通达自然就没有障碍了。你的观察没障碍，你的明了没障碍，你的言说没障碍，你的行事也没障碍。不退转了，不会退到凡夫位呀，又不相信，又不能接受了，啊，又迷惑了，不会退在这个位置上，这叫无生人。啊，可见的这个人呢，就是
信受通达，无碍不退。这是人呐、啊。又智多论七十三，还是大智多论里头，无生人者，乃至微细法不可得，何况大，是名无生。得此无生法，不作不起诸业行，是名得无生法人。这一段讲得好啊，无生人者，乃至微细法不可得，何况是大的。微细是什么呢？佛家讲极微之微，使一切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的原始状态，这叫微细法。这个世界是怎么组成的？佛在《般若经》上讲过，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什么组成的？是微尘聚集组成的，叫微尘聚啊，无量无数的微尘聚集在一起啊，变成地球了。佛讲一合相啊，一就是微尘，就是极微之微，就此地讲的微细啊。聚集我们看到了，微尘太小了我们看不到，无量无边的微尘聚集在一起我们看到。我们这肉眼很不灵光啊，去年我在台湾治牙周病，原先不晓得什么叫牙周病啊，但是牙齿跟牙床这当中啊有一个界限啊，黑黑的有一条界限，我们不晓得那就是牙周病啊，我们没有感觉啊，好像挺正常的样子啊，到吃东西的时候感觉的不太方便啊，牙医生给我一看说这是牙周病，而且严重的牙周病，他用一根针就在这个牙龈跟牙齿当中这个黑线里头挑了一点，比芝麻粒还小啊，一点点把这个黑的东西挑出来，放到显微镜里面，他把显微镜借在电视荧幕上，让我在荧幕上看，那一个黑点，那黑点是什么？细菌啊，多少呢？数不清啊，
这个电视画面满满的，就像小蛆一样在里头动。他告诉我，你看，这就是你牙齿挑出来一点。我都吓呆了，从来没见过。我说你把它放大多少倍？他说3600倍。我们看到了，像小蛆一样。哦，这才知道真可怕。那牙齿呢？那挑出一点点就叫我们看到这么多了，那我这牙齿都还得了啊？啊，原来说我牙周病很严重，我都不相信啊！啊，这样让我看到了，我真的相信了。对，这些细菌把你的牙根吃掉了，所以你的牙齿松动。啊，吃了一半的牙齿还可以用，通通吃掉了，必须要换牙齿。啊，这个细菌是不是最小的？不是啊，这个细菌，这个细菌呢，这是细微乏而集聚的。啊，不是真正一个极细微。一个极细微就是弥勒菩萨给我们讲的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一弹指啊，32亿8000年，我们中国人计算320兆，单位是兆啊，320兆啊，一弹指里头有320兆的细微法，那这样微细法了啊，32亿兆的微细法的时候，集聚才是一弹指。啊，那我们要细心去观察一秒钟。一秒钟如果能弹指5次，那这一弹指就是1/5秒。你所看到的情形里头有320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所有一切物质原始的现象，这最初的现象，不可得了。何况大，大是什么？它集聚起来的，集聚到最大的就变成地球啊！地球是这些微细法集为的，地球上所有一切生物，包括人类、动物、植物、山河大地，全是这一些微细法集聚成就的现象。微细法不可得，这地球可得吗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啊，所以一百卷大般若经呢，给我们所说的一切法，那是变法界虚空界的一切法，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佛把这桩事情苦口婆心说了22年了，
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。无论是物质现象，如是啊，精神现象也如是，自然现象也如是。所以总的说了一句话，凡所有相，皆是现，皆是虚妄。六道凡夫，迷失了自性。妄心用事，妄心是心浮气躁啊，以为这些现象是真的，这个亏可是大了。在这三类现象里面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这一起心动念，一言语造作，麻烦可来了。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把清净平等觉变成六道轮回，变成了三途地狱，这就做梦了，就做噩梦啊。噩梦绵延，相续不断了，这个苦就有的受啊。可是在佛菩萨明眼人看来，你这个苦是冤枉受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嘛，他毕竟空不可得嘛。就像你做梦，你梦到地狱去了，你在地狱受苦。醒过来之后，一场噩梦啊，没事啊，真的就像这个样。六道里头，三善道的欢喜空的，不是真的；三恶道的苦难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要看破。要放下，那就对了。所以这是《大智度论》73卷跟我们解释，微细法不可得，何况大，是名无生。得此无生法，不作不起诸业行，是名得无生法忍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事实真相你真正得到了，你问题解决了。为什么呢？从此以后不做了。这不做是什么？不干了。不善的法不干了，贪嗔痴慢疑不干了。这慈悲喜舍呢？菩萨的时候，这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干不干呢？也不干了。
你要是这样去回忆，你在造业，你还是在造三途轮回业。你不是不做，你是真的在做。那这个不作怎么个想法？不作而作，作而不作。啊，这是菩萨了。菩萨做不做？做啊。你看看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应以什么法得度，他就说什么法门。他不是在做吗？啊，在做怎么样呢？在做他真的不做。为什么真的不做呢？他晓得自他与当中所说一切法皆不可得，所以是做而不做，不做而做。他做是三轮体空，不作也是三轮体空。他作，他住实相境界，啊，就真的真知安住于无生无灭之实相离体而不动。他不作呢，也是真知安住于无生无灭之实相离体而不动，做如是，不做也如是。这才叫真正的无生法忍呐！啊，所以不作不起住矣。啊，起而无起，无起而起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示现在这个世界，无起而起，其什么呢？兴起佛陀教育啊！啊，起就是建立，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！啊，一切众生，通常我们加两个字。一切有缘众生，那无缘的，无缘也是有缘，缘没成熟，有缘的是缘成熟了，无缘是缘没成熟，啊，通通都有缘。为什么呢？心性是变了，你怎能说没有缘呢？一切诸法的离体就是自性清净心，同一个自性啊，同一个性体。大经上常说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的，法跟心永远分不开呀！从法上讲是众生，从心上讲是佛。佛跟众生能分得开吗？佛是你自性佛，众生是你自性众生。离开心性，
无佛无众生啊。啊，这些都是诸法实相，我们要学，时时要学，处处要学，不停地在学习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就这么一回事情。啊，真正明了了，心地清净平等觉。平等心生起来了，这个时候你就住十宝图了。你知道十宝方便同居，一界是三，三界是一。境界没有变化，你的分别执着在变，啊，境界是实相，永恒不变。啊，随着你的分别执着这边，千变万化了。啊，还原观上讲啊，畜生无尽呐、啊，那是实在起作用。啊，周边法界。含容空有，那是性在起作用。性是佛性，识是凡夫性。正凡是一，不是二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用什么心去看，外面境界就随你的心在变，境随心转。讲到最小的境界呢，那就是自己的身体。我们身体健康状况，面貌不同，故看相的人说，故随其心呢。啊，相貌是你心变的，你的意念变的，你要是肯好好的修，相貌会转变。啊，一般讲的时候大概三年真的变了。你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三年之后你的相就像佛像一样。天天念观音菩萨，三年之后啊，你的相就像观世音菩萨。相相身体也像，啊，那我们也许同学问我，我念佛很十几年了，二十年了，怎么相貌还没变？有人说我念观音菩萨念了一辈子了，啊，相貌为什么不像观音菩萨？那是因为你不会念，所以念一辈子也不像。如果会念呢，不会超过三年，
什么叫会念？什么叫不会念？会念的人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没有间断，叫会念。不会念的呢，他有怀疑，他有夹杂，他会间断。你们自己想想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有怀疑？是不是有夹杂？是不是会间断？这不会念吗？啊，会念就会变，不会念它就不变。有真会念的，真变了。证明佛在经上讲的相随心转啊，一点都不错啊。我们的体质也随心转，在扩大呢，社会随我们的心念在转，地球也是随我们心念在转。啊，科学家希望地球总人口1%平方根，啊，大概是8000人，啊，8000人。真正会了，会念了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就能拯救地球的危机。我们敬宗同学，谁肯发心做8000人之一？拯救地球啊，这要大慈悲心啊，大智慧、大慈悲才能做到啊！你做这些好事，人家不了解你，甚至于还羞辱你啊，批评你，你在搞迷信啊！我们不搞，这个地球会坏掉了。世界末日真正来了，我们救了他们，他们不感恩啊，还得糟蹋你啊，要不要救？要救。为什么？我们在太空当中同一乘一条船呢、啊、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不救同归于尽。换一句话说，别人无论用什么方式侮辱我、陷害我，我还是要干，我还是要救他。这是菩萨心。啊，人家骂我们不是人，真的，我们是菩萨，不是人。为什么人做不到吗？人都自私自利啊，只有菩萨没有自私自利。菩萨舍己为人呐、啊！啊，为什么叫舍己为人？菩萨可以走啊，可以回到极乐世界，可以游化十方佛刹了。啊、为什么要在地球看到这边众生太苦了，
没看到无所谓，看到能不帮助他吗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无论他做什么恶业，菩萨知道他本来是佛，他本性本善，为什么变坏了？是他学坏了，受了环境的污染。今天地球是个大染缸，种种不善他通通具足，在这个染缸里头能不被染污，那是圣人，那是佛菩萨，那不叫凡夫。我们很幸运，年轻的时候遇到真正善知识，把事实真相呢告诉我们，我们能够这一生保持而不被染污，只是一个方法，每一天不离开经教啊。我现在学了60年了，如果我一个星期离开经教，我自己感觉到我没有把握，我会被染污。你就知道这环境染污的力量有多大，有多可怕。中国古人所谓呀，三日不读圣贤书，面目可憎。这变样子了。圣贤书要天天读啊。一个星期不读，真的靠不住了。于是我们就了解了，不要去责怪别人。本来学佛学得不错，学了十几二十年，20多年了，忽然变了，背离了佛法了。堕落到三途了，有一些人看到这奇怪呀，这佛法不灵呢？不是的，不是佛法不灵。他前面一段时间，他认真学习，天天读经呢，天天念佛了。以后遇到缘了，他去操作现前的行业了。现前行业为什么赚钱呢？从前是把佛放在头顶上，现在是把钞票放在头顶上，不一样了，他就变心了。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我们要了解，我们要认清楚，他有没有做错呢？不能说他做错。现在的世界确实是把金钱摆在第一位，佛法摆在最幕后，有没有无所谓。只顾眼前的，
不顾身后真正其如佛法，真正尝到法味，这个人有前后眼了，他能看到过去，也能看到未来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天都不能离开佛法。谁教我们的？十方诸佛如来，你看看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哪一天不讲学？哪一天不念佛？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，他哪一天不接引众生？哪一天不讲经说法？他们为我们实现的真谛，道也者，须臾不可离也。一分一秒都没有离开呀！这叫如来。这叫妙觉啊！他做出来，让我们看，让我们体会，让我们学习。啊，会学的人，效果卓著，也给大众做好榜样了。不会学习的人，堕落三途，他还得受苦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业障习气很重啊，到卧道去消业障啊。啊，所以你是真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卧道不是坏地方。我们续世今生造作这些恶业，恶业不消除，你不能成佛道。见思烦恼不断，不能到，不能出六道轮回。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要消业障啊，还是要断烦恼啊，只是换一个环境啊，换一个修学的环境。啊，我们在娑婆世界，在他方世界，无量劫来造作这一些业障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效法？孽债怎么还法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天天亲近佛陀，你没有离开阿弥陀佛了。怎样还众生的业债呢？众生有感，你就有应。你虽然烦恼习气没断，你有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是阿惟越智菩萨，所以你有能力在设法界任何一法界里面，
你能帮助你有缘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这种消除业障的方法，还债的方法，跟在娑婆世界迥然不同啊！不是不还呐、不是不报啊，那报的方式不一样啊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真正你无始劫来这些业债都还完了，还清了，给诸位说，那你真的是阿惟越之菩萨了。你生在极乐世界，生十宝庄严土。可见的极乐世界还是凡圣同居土，三杯九品往上提升，升到方便土，方便土里头也是三杯九品，再往上升，升到十宝土。世尊这个加持你，是在同居土跟方便土，这个是世尊加持的。到十宝土的时候，那是你自己的功德成就了。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，哪一个菩萨不希望去啊？消业障是每天听经闻法修忏悔，还续债，这是应化到十方世界，帮助有缘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自行根化它，一点妨碍都没有。每一天坐在阿弥陀佛面前没动啊，十方世界化身去了。以应化身去还债。你说这多殊胜，这个多圆满。还续债不妨碍自己修行，不妨碍自己听经闻法，也不妨碍自己修福修慧。阿惟越智菩萨能分无量身呐，同时同处异处，这不可思议的神通道理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的不起而起，不作而作。一切这些业行。由上求佛道，由下化众生。上求佛道，圆满自己的福慧；下化众生，多半都是还债的。把无量借来，这些怨亲呢，通通化解了。这才能圆满成佛。没搞清楚，你只在菩萨位也。
你成不了佛。成佛一定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我们再看《大乘义章十二》啊，这里面说：“礼即不起。”啊，离是讲自信，即灭不起，称曰无生。啊，晦暗此理，名无生人。啊，你智慧开了，还是自信里面的智慧。啊，安于无生之理呀，无生之理就是即灭。清净寂灭安守自信就是无生人啊，自信是清净寂灭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如果这句话听得还是不清楚、模糊，你就记住一句：六根在一切六尘境界，不起心、不动念，就是寂灭，就是无生法忍。啊，起心动念就错了。又《楞严经·常随疏》一。常随疏一共十卷的第一卷，了法无生，应可决定，名无生人。这个意思好懂。了是明了，明了一切法不生。应可就是肯定，就是承认啊，佛说的一切法不生不灭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我同意，我承认，这叫应可。啊，中国古时候人跟外国人不一样，外国人的这些文书上签字就承认了，中国人签字不行，要盖印，这叫印可。啊，这个肯定呢，就像我们把印盖下去了。啊，承认你了。啊，叫应可决定，啊，这叫无生人。大乘义章十二，曰：如龙树说，这龙树菩萨讲的，初地以上啊，亦得无生。啊，下品无生。若以人往与地境，这个地境是地尺境，与地境无生呢，在七八九地人往境上啊，七地下品，八地中品，九地上品啊，这无生人。本经宋以曰：闻我名号，证无生人，成就一切平等善根，住无功用，立家行故，不久令得阿耨菩提。往昔时曰：既云无功用，知真第八地，
故知本经之第三人，皆人王经之无生法人。若居妄习思议，则未当八地。这些话都是说明古大德对此地所说的德三中人到底是在哪个位置啊。许多祖师大德说法不一样，但是大多数都肯定是八地菩萨啊，这个位置就相当之高了啊。望西月啊，他假设个问答，问以文明利其德无生啊，这问得好啊。我们也有这个疑惑啊。你说文明，我们今天都文明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得了八地？没有，这个很显然。为什么？他那上是菩萨，我们不是菩萨。也许有人说，我受了菩萨戒，我是菩萨了。那你现在听到阿弥陀佛名号，是不是真的得八地了？那么由此可知，妄习这一问一答，是有很深的意思在。他答：“佛愿力故啊。”就是第四十七愿，这是佛的愿力。故十住论云：过去无数劫，又佛好海德，今现在十方，过得成正觉，皆从彼发愿，闻名定作佛。这个一句说愿力不可思议，能不能讲得通？能讲得通。这一尊佛海的佛是过去无数劫有这样一尊佛这一尊佛呢，现在今现在十方，今是今天，现是示现今天他示现在十方世界成佛过得成等觉，他示现在化身了。他能化无量身在各个世界里头示现成佛了。示现，诸位要知道，要有缘分。我们总要记住一句话：佛不度无缘众生。我们跟佛没有缘分，他不会现在我面前，他现在我面前我也不会理他，没有缘嘛。佛法里头把缘字看得很重啊。一切诸法的升起，有因有缘才有果。但是佛不叫他做因生，叫他做缘生。为什么？
因为因一切众生个个具足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因，一切众生也有做阿鼻地狱的因，因通通都有啊！啊，做天、做人、做菩萨，啊，做阿罗汉、做畜生、做恶鬼、做地狱，这个因全有，像种子一样。阿赖耶识就像个仓库，那仓库什么种子都有，全的。啊，这个因哪一个因遇到缘了？果报先成熟啊，所以佛法不说因生的，讲缘生。那我们这一生，我们要是遇到佛的缘，肯定佛的果报成就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十方菩萨了，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菩萨那个佛的缘已经很深了，再遇到阿弥陀佛，他能不成佛吗？怎么成佛呢？念佛往生，一生成佛，就这么回事情。菩萨要听到阿弥陀佛，决定往生了。他聪明，他有智慧，他不会把这个缘放弃，决定好好的掌握住，他成功了。是这么个道理。那么海德佛他现在在十方世现成真觉，那借从彼法愿闻名定成佛。这个定成佛呢，就是大乘教常讲一粒耳根永为道种。你听到海德佛的名号，这个佛的种子在你心里头，什么时候遇缘它就起作用啊，它给你种下了佛的种子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啊，说上至论证啊，上面引用的这些论证，妙贤他力，佛愿加辟，使闻名者正无生人，定当作佛。啊，所以学佛的同学一定要发这个心呐，就是说帮助一切没有学佛的人，就种佛种子啊。这个种子怎么用呢？我们念这一声阿弥陀佛，听到了，种子种下去了。我们身上带阿弥陀佛的像，他看到了，种子种下去了。我们手上带一串念珠，他一看念珠，他就想到这是佛教，佛的种子种下去了。时时刻刻，在在处处，你要会呀。你帮助许许多多人成佛，你怎么能不成佛呢？啊，早年说这个话，大概40多年前，啊，我参加台中李老师的大专佛学讲座，
啊，以后我也参加道安法师在台北中国佛教会办的大专佛学讲座，那个讲座办得很成功啊，每一个星期天上课，上午三个小时，下午三个小时，不容易啊。啊，台湾从新竹到基隆这一带学校来参加讲座，大专学生800多人啊，我就叫这些同学，你们要帮助所有同学给他种福种。怎么种法呢？你们不念书都有课本吗？啊，课本，课本一般人都写名字，我说你不要写名字，你写上阿弥陀佛，哎，你每一个同学看到这本书阿弥陀佛，他就会念一声，哎，阿弥陀佛，这是你的书，人家佛种子种下去了啊，手上带串念珠，不怕同学笑啊，开玩笑也没有关系。他看到了佛种子全种下去了，你们学校老师同学全种了佛种了啊，你天天在那播种应该这样做法。诸位要晓得，佛陀教育是名副其实的宗教教育啊，宗教教育是什么呢？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化了。九界众生啊，没有例外。都把它当作主要的教育，你能把这么好的东西介绍给大家，首先介绍给你的家人，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，介绍给你的邻里乡党，介绍给社会，介绍给大众啊，让他心里面有一个佛字就行了。那有个阿弥陀佛了就更好了，更殊胜了。啊，所以念老在此地说，《世诸论》里头这一段确实妙显他理啊，佛曰迦毗啊，什么人巧妙的来显示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，而且我们每个人所显的他理，他是阿弥陀佛，就是我们把阿弥陀佛介绍给大家了啊，佛的愿力加辟是闻名者证无上人，这是已经入佛门的菩萨定当作佛，没入佛门的这些众生他生后世若遇佛缘定当作佛，且文不是淡文，
文后头还有四啊，便能起心呐、啊。菩萨有三慧呀，闻思修啊。文明思义开悟修行正果啊，一定是从文这里带起来的。例如《涅盘疏二十》所说的，若闻常住二字，生生不堕啊，堕是堕落在三途。啊，常住是佛，正法常住啊，正法久住。正法永住啊，都能够感得的善根相感，他借着的行动就不离正法。他当然不会堕三途。如果天天闻常住，天天造恶业，他堕不堕？照样堕三途。念佛，念佛人就不堕三途吗？我曾经跟诸位讲过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啊，学习大势至菩萨圆通章，我采取的是灌顶大师乾隆时代的人，啊，他的注解。因为大师之圆通章很少人做注解，他的注解收在万字续藏经里面，分量很大啊，大佛顶首楞严经啊，大师之菩萨圆通章疏钞，我学这个本子啊，这个本子最后的一页，灌顶大师告诉我们，念佛人有100种果报，开头的第一段，念佛人堕地狱，变恶鬼，变畜生。我看到非常惊讶，念佛再不好也不至于堕阿鼻地狱嘛，怎么念佛人会头一句就是阿鼻地狱呢？这一大篇灌顶法师的开始，从堕阿鼻地狱一直到往生极乐世界上品上生，那是在第100条，头一条讲堕阿鼻地狱，我非常惊讶了，疑惑啊，拿去向老师请教，
哦，老师一看说，这是大问题，我不能单独跟你讲，我讲经的时候会给大家说。如果是你天天念佛，还干贪嗔痴慢，还干损人利己，特别是嫉妒心破坏佛法，啊，障碍众生。文法的机缘，这个罪多倍的缘。佛经上讲啊，杀人最小啊，啊，杀人是杀人生命啊，这个罪很小啊。要断人法身慧命，这个罪大了，这个决定杀倍的缘。啊，以后我们看到弥勒所问经，也叫菩萨发起经上告诉我们，举一个事实的例子，两个法师讲经说法，听众啊很多，供养也很多。啊，另外有些两个几个比丘生起嫉妒心，恶意的破坏，啊，在心中当中破坏，说这两个法师很会讲经，但是不守清规，不守戒律。没有品德，听众听了之后就散掉了。啊，以后这一批毁谤、造谣，甚至乎堕阿鼻地狱。地狱出来之后，变恶鬼，变畜生，啊，最后业障消掉之后，回到人间，生生世世愚痴，没有智慧呀。菩萨发起制药经啊，这个经我们好像，我记得我讲过三遍。啊，另一个经题是菩萨所问经，是一部经，啊，两个不同的经题。所以，破坏正法，破坏众生闻法的机缘，这个罪比什么都重啊！你能生，你不生地狱到哪去啊？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疏钞最后这一页，可以把它单印成单章流通，特别让大家警惕到啊！啊，念佛要学佛了，念佛不能违背佛陀教诲呀，那是打着佛的招牌来灭佛法，那个罪是更重了。所以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，怎么可以干这种糊涂事？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
啊，那么生生不度，这就是闻常住，他就不立常住，他心里头常有常住，闻弥陀不立弥陀，心心念念常有弥陀，他当然不堕地狱，啊，不堕三途，啊，真正发愿往生净土，决定得生。下面说闻有多种，若能生思维，如说行者，即生生不堕。这几句话很好，把不堕的原因说出来了。啊，以为闻后能生思维，啊，把所听的道理要研究清楚啊，要研究明白了，并如说修行，啊，还要如教修行，啊，他教导我们，我们真正变成自己的思想行为，啊，实能得生生不堕之意，啊，这样才能得到。可见闻之一字，一经信受，不仅是一经于耳也。这个意思懂，不是一次经历于耳，那就完了。啊，那只是一粒耳根因为道中，啊，在这一生当中得不到利益，啊，必须闻之后要相信，信了之后要能理解，啊，理解之后要能接受，接受之后要能够奉行，奉行之后要能不退，你才能真的得利益。啊，如果行了几年退了，啊，看到这个花花世界，财色名食睡，动了心了，那你一切就完了，啊，你全功尽弃了啊，啊，这就可惜了，真可惜了。啊，你本来可以一生成佛的，现在你一生造的是三途业，如果能够看到这个层次，他怎么肯甘心堕落，怎么肯贪图眼前一点点名闻利养，二到三途受长时期的苦报，这不是一个聪明人愿意干的事情啊。我们再看这一段最后，念祖在此地做了一个结论：今愿闻之一二三人，十即本经，菩提道场第十五品，中至三种人。啊，
本经后面，世尊为我们讲过一二三人。第一个是音响人，第二个是柔顺人，三者无生法人，跟愿文相应呐。啊，实在说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解释了。解释得很清楚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超五，啊，五是第五卷，这个注解里面，三种人说的简单扼要。第一，音响人，由音响而误解真理者。那么我们就知道，音响人是言教啊，讲经教学啊，因为听教闻经而误解啊，慢慢开悟了，明白了。了解了，文殊菩萨在楞严会里头说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，世尊49年呢用音声说法。孔子在中国啊，教学5年也是用音声，没有文字，没有讲稿，没有讲义，啊，完全是用言语。啊，第二个呢，柔顺人，慧心柔软，能随顺真理，这个得受用了，已经把所闻之经、所听之教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，变成我们人生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语、行为的准则。他做到了，啊，就是还原观上四德的第三句。如何制止啊，他做到了，做到了如何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个身教做出来了啊，慧心柔软了，这个就是制止如何啊，慧心是制止啊，真心啊，啊，能随顺真理。真理是什么呢？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所以菩萨了那么样的欢喜，随顺众生，众生造物也随顺。为什么呢？他自作自受，你不能劝他，你劝他他不能接受，他迷得太深了啊！这个时候你救不得他，必须他在三恶道把他的一些罪业消尽了，他将来再得人生
你就去度他，他会接受。苦报没有受尽，他不知道回头啊。啊，要吃尽苦头啊，他就回头了，他能接受了。啊，这个在教学上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语言不成熟，你教他没用处。啊，今天这个世界这么苦，灾难这么多，佛菩萨为什么不来？你就明白了。来了怎么样？没用处啊。不但不能接受啊，他造的罪业更重。啊，他侮辱你，说你是迷信。必须怎么样？必须灾难真正出现了，在灾难里面受了极大的痛苦了，啊，然后你来救济他，你来帮助他，他感恩你，你才会告诉他，他才会回头。教学佛家讲契机，你要契合众生的机缘，你的法是好的，不契机起反效果。切理不切机，虽是正法没效；切机不切理，那是邪法，它不是正法。可是一切众生他愿意学习，他愿意乐意接受我啊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不是正法。今天全世界人都奉行了，都认为是正法。啊，贪图财色名食睡。不计任何手段，啊，得到是高为高啊，得到了啊，这个人有本事啊，得到了他才叫有智慧啊，人家赞叹他。没有想到他现前得到，他来生是果报在三途啊，也得到了。啊，得到了三途果报，今天得到三途的因成功了，将来三途果报成熟了，他干这个事情啊，你是多可怕？啊，无生法人，证无生之实性，而立诸相者。是悟道之至极也，这是最高的了，这是化身菩萨了。啊，此三种人当于十五品中详论之。对，这三种人在后面，这一篇是第六篇，啊，第十五品里讲到这三种人，在详细说明。随佛法，我们一生永远感恩老师的恩啊！没有方东梅先生告诉我，我永远不会接受，永远不会相信啊！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，
他把佛经搬出来告诉我，这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我感到非常惊讶。他给我介绍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们念念不能忘老师的恩德。我们这一生真正得到了人生最高享受，谁给我的？老师给的。今天我们的同学大家都得到的，都是老师的恩德了。没有老师，我们总认为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也不知道宗教两个字怎么讲法，以为宗教就是代表迷信。你说冤不冤枉？糊不糊涂？大家自己糊涂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。